B B 成日呕奶又放屁嘅，应该正常啩？吓，消化不适。B B 经常呕奶、胀气同放屁，可能代表有消化不适嘅情况，有机会同 B B 嘅饮食有关嘅。咁就要尽快问医护人员啦。唔好掉以轻心啊！治疗由美赞神 A 加提供。